定要这样想跟这样做，你千万不要孤僻啊！啊，反正与我无关，我也没骂人，也没做坏事，但是你就已经停摆了，你没有积极融入于空性啊！这个空性就是所有众生功德海，你都要融入，都要息息相关，这个才叫空性。所以不能偏空。那有些人因为他就是习惯这种自利的思想，那类似像阿罗汉的思想，我保持好就好。但是你忘了利他啊，所以大乘佛教是在绝对的利他的过程里面，最后完成自利，也唯有所有众生都离苦成佛，我们的生命才究竟。所以第八正念，我们在这个斋月斋日，不要一直待在世俗的家里面，多去寺庙亲近善知识。那现在大家很方便，电视里面就像我们现在都是直播在世界各地了，所以在世界各地，希望大家一起修行。以后明年开始，我们都会摆，应该是下半年把它做好大电视啊。那希望各位斋戒日就来这边捞捞蛇啊，来这边反正法师直播，不管在哪里，然后一起手包万斋戒，一起念佛啊。因为这个也叫共善业，如果你真的没办法，你必须上班，那至少在手机里面看一下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没事，就不要一直待在家里啊，待在家里这个纷纷扰扰，不容易修行。凡是斋戒月、斋戒日，那就到寺庙来，到寺庙，然后呢就这边修行啊，法师直接看电视带大家修行都可以。如果能够如此，往生阿弥陀佛国，所以特别各位家里有妈妈，多带她出来了解佛法，忙寺庙的事情，不然在家里啊放不下，永远放不下，因为有解决不完的事情嘛。所以因为这个爱染，这个爱放不下，就会很啰嗦，什么事情什么事情，他都会让他起心动念，看不下去。所以把这个转移他的注意力啊。一起念，久者正念，常能持净戒，勤修于禅定，护法不恶口。若能如是行，往生阿弥陀佛国。那我们平常都要守着五戒、十善戒、八关斋戒、菩萨戒，我们经常能够手持清净戒，进一步内心勤修于禅定。这个禅定就是各位不要起心动念啊！如果你很容易生气啊，很容易起各种想法，代表你心没有禅修啊。这个禅修意思是习惯，习惯在清净念，习惯在慈悲啊，习惯思维空性都可以了。但而不要有世间分别的念头，或是被境界影响。所以，如果你别人讲你几句话，你就会生气。不是你很在乎，你很在乎，就像一个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，她就很脆弱，很在乎，在乎对方讲的话，送她一朵花什么意思啊？她就像这样颠颠倒倒了，啊，心很乱。那这个禅定不一样，禅定是心很定，外面世间八法对你好，对你不好，赞叹你，毁谤你，所以有钱没钱，自己都很平静，而随顺因缘，念一下。随缘自在，哎，各位要练习这个随顺因缘，好的坏的都有它的因缘，内心里面接受，生病也好，不生病也好，生病了正好消业障，正好念佛；不生病了，哎呀，赶快去助念广结善缘啊，多拜佛。但是你这个禅有修禅定的人，修行千万不要求说我不要得癌症，你这样讲问题就来了，知道吗？冤亲债主，我就知道你怕癌症这样啊。冤亲，如果你没冤亲债主就算了，冤亲债主就是要破坏你最喜欢的。所以在这一点，各位要不能自私，每天拜佛、师父啊，我拜佛，希望我孙啊能健康。哇，你个转世改供啊，你的弱点是你孙啊，那这些问题就严重了啊。所以各位在这一点要有平等心对待一切，不要。抓住什么？所以禅定是保持在正念，所以保持在慈悲，所以持戒修禅定，
护法不恶口，那护持佛法，但是不要骂人。所以我希望做义工不要骂人啊，因为做义工它的基本就是要保护佛教，但保护不是说我去骂人家，给人家不好的脸色，那各位也要如此。那因为你修菩萨道了，你在家里也不要骂人啊，如果你骂人这个恶口，然后你就会伤到别人的心了，破坏禅定啊，将来就会精神状况出问题。所以我们要多回向。所以若能如是行，往生阿弥陀佛国。各位不是光自己哦，还是那讲，当愿众生持戒禅定，护法不恶口，同生极乐国。要积极，十者一起念，十者正念，若于无上道，不起毁谤心，精进持境界，复教无智者，留步是经法，教化无量众生，如是诸人等悉皆得往生阿弥陀佛国。然后最主要，这里面虽然讲十往生法，却包含了佛教所有的修行，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，包含了九品都在这里面了，只是佛陀的慈悲用各种善巧方便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对无上菩提心不起毁谤心，你千万不要说难啊，发菩提心难啊，对不对？世上发菩提心不困难，只是说我们维持不久而已了。像各位在放生的时候能不能发菩提心很容易，希望他活，希望他，对不对？帮他念佛。各位去做烟供啊，希望你吃饱饱，而且呢往生净土，这个就是菩提心啊。你去帮人家助念，希望你脱离生死，往生净土，成佛度众生，一点都不难。所以各位要把我们汉传佛教是把菩提心完全融入在生活里面。念一下，当愿众生吃饭、走路、穿衣服、洗手，都是当愿众生显密圆满哦。嗡亨如所也萨婆诃，连上个洗手间都要发菩提心。所以做任何事情都在这样子的菩提心的状态。所以不要看不起，不要认为自己做不到，也不要说很难呐。所以像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一心念佛很难，这个也不好，了解吗？一心念佛不难，可以的，可以做得到的啊。就像一个人想要自杀，我洗干净赶快，我洗洗没啦，洗干净快弄了啊！你不能说个公公哎，丢了，我不能到顶条啊！啊，他就是对这个世间很失望了，那别人看不起他，他想要毁灭自己啊！哎呀，没问题，这个小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要跟他讲说往生净土很困难呐、啊，那我扣零啊那样啊！往生净土，就算一个人一辈子都没做善事，临命中有人劝化，可不可以往生呢、啊？那可以的啊。但是各位记住啊，当我们的父母亲戚朋友往生，你还要继续助念啊，一直念到他上品上升，为了对方你也会保持上品上升。所以我们台北板桥新店以后应该每个礼拜都要普佛啊。这个普佛的意思是说，平常大家出去助念，然后告诉他们每个礼拜三这边就帮你们做漆啊，对不对？板桥这么多人往生，对不对？我们免费的帮他做漆啊、大家下午来念地藏经，下午没办法来了，晚上带你们念阿弥陀经。所以透过这些帮助他的亲戚朋友，进一步让他了解佛法，不是成为我们的信徒，不能有那个想法啊。因为我们纯粹无所求的，因为帮助对方，我们也帮助了自己嘛，啊，所以我很希望各位去助念，你才会啊对世间的痛苦的真相了解，再有钱的人一样。所以我昨天看到我们妙贤法师去帮人家助念，相片嘛，脸书上面有，中间还摆个十字架，因为对方是基督教徒，家属还很认真，这个宗教融合真好啊。升天，不然就往生净土，随缘啊。所以不需要耿耿于怀，因为人都有佛性嘛。但是想尽办法去帮人，但是不要帮一次就算了，帮多一点啊。
如果有时间继续关心他，给他加力佛法，因为他家里学佛越深，啊，对往生者帮助越大，然后他们也得到帮助，我们也得到帮助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往生者更得到帮助。像我去助念，我都不是光念往生者，而临到圣下面，哦，承世历代祖先啊，那你们如果有堕胎啊，顺便啊，那个啊，那个男方姓什么，女方姓什么，通通一起念，告诉他们同样一句阿弥陀佛，同样一支香，你不用怕，他可以分配给所有众生。最后再给他们讲无上菩提心，如果你爸爸往生，我们是念给所有法界众生啊，所有不分国家不分宗教啊，这个是佛的心啊，用佛的心来念佛，爸爸妈妈也会用佛的心往生佛心净土上品净土，你要慢慢的跟他讲。所以各位还是要学习一个辩才，修行佛法你不能说我口才不好我懒得讲话，不好就要修啊，不好要改变啊，如何让自己辩才无碍啊，自心持戒啊，收口业啊，这个要练习。而且呢，各位要经常思维佛法，不然你没话讲，没话讲了不哈扣不行。所以因为难得各位这么专心了，多听一下，对不对？回去就分心了啊，因为人家在道场来就是要听闻佛法，那所以各位要努力说。这一点我被我师父感动，我以前有一点修行的一点点问题啊，我就会去请示卢须长老、法正长老。法正长老是非常有耐心跟我讲，讲完以后隔天还帮我准备很多书，针对你昨天问的问题。那卢须长老那更是讲得很认真，所以针对我一个人，因为这些老和尚无所求的啊，那我在问别人也来问，他们一样讲啊，讲得很认真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些老和尚是宝，但是懂得亲近他们太少太少，很可惜很可惜啊。所以当然那时候心里就发愿了，将来我如果能够出家，要用尽办法推广佛法，这样推广佛法。所以我师父还跟我说，他准备了很丰富啊，要讲《优婆塞戒经》《大宝积经》，没什么人听，这样啊，他正在筹钱，筹筹筹，我师父存了将近400万，存很久了。他说我要录影，录完以后啊，这些骗子万一我不在了死了，大家还可以听。因为《优婆塞戒经》很重要，《大宝积经》很重要，这老和尚就是这种心呐、啊，啊，所以而且电视节目又很贵，啊，所以当然这些都是刺激我的，这些让我好将来有机会。所以各位真的要修福报，要有福报，啊，所以要印经典啊，弘扬佛法，所以不但不起毁谤心。那进一步我们还要推广佛法，尊敬各种的教法啊，精进持净戒，然后呢精进的手持清净的戒律，复教无智者，我们要教化这些没有福报的，没有听闻佛法的，不信因果的，我们要如何去接近他啊。所以能够这样，包括流布施经法，我们把这个佛说十往生经到处去推广，教化无量众生，如是诸人等悉皆得往生阿弥陀佛国。所以各位多宣扬十往生法好不好？很简单，这从供养三宝、不施药、不杀生、孝顺、八关斋戒、亲近善知识、发菩提心，这个非常明确啊。所以各位要忙于修这些善法功德，来回向极乐世界，对世间了解了，不要再起分别贪嗔痴了。希望所有法师居士就像这样，把一段对众生有利益的经文拿出来，就像刚刚事实上各位的程度不需要我解释，但只是说那让自己更有信心，这样就好了啊，也让传播出去。所以佛经有些大家中文基础好了，不用解释太多，但是如何去实践啊？但是我们站在整个社会上要慈悲啊，就像各位今天拿到了，那下回我们就每天都念一遍好不好啊？